门由明星粉丝团作者卢生原创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我就是演员，这个节目第一期来了任素汐，很奇怪，任素汐来这个节目做什么？她的演技和实力已经不需要靠这个舞台来被大家评说。最后任素汐一番哽咽的话让人心疼，她说她就是来告诉大家她自己可以演得很好，有那些好的剧本大家不去找她呀，但是她可以，为什么不去找她？徐峥表示自己非常能够理解她这样的处境，还说了一句好演员的春天到了，越来越多的好演员开始被大家重视和发现了。这一期节目来了七夕，本来也是很难以接受，七夕来这个舞台干什么？她已经那么优秀了，可能也只是来告诉大家他是一个好演员，不需要认可，但是需要被看见。从2008年主演话剧《恋爱的犀牛》到今天，他已经演了1000多场舞台剧了。他是孟星辉的女主角，凭借在电影《浮城谜事》中的精彩演出，获得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、第7届亚洲电影大奖、第13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、2010年青年电影手册5项最佳新人奖。后来在电影《万物生长》中出演女二号，其实当时挺替她觉得不公平的，她和范冰冰之间在某些方面大家一目了然了。据说在那部电影中，她还因为一个耳光一场戏把韩庚打哭了。在表演上她有她自己的理解和方式，所以当章子怡在台上说他某一个举动太冷静的时候，齐齐并不慌张，他说他在当下的情况中哭不出来，就选择不用那种表演方式，不能是假的呈现出来。他和涂松岩那一段岁月神偷真的挺让人难以取舍的，徐峥感动落泪，刘天池也已经绷不住。好演员的较量是不需要多说的，大家都知道，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，齐齐不是来这个舞台找认可的，他已经不需要太多人的认可了，只是需要被大家看见，看见他是有多好，可以做到什么样子，让更多的好的剧本来找他。这一季的《我就是演员》已经是很会请嘉宾了，一组年轻的演员都是带着流量和同样的受众的，一组被大家遗忘的演员，但是又都是有实力的，最后一组就是高手过招。刘天池看见齐齐和涂松岩之后就表示说他们俩来了我就省心了，大家都在一个线上去共同完成这个创作，希望齐齐以后的作品可以多一些吧。尽管很多大导演都和他合作过，本文内容均为明星粉丝团原创，转载请先联系我们，谢谢。